有很多粉丝关心我家这一窝小狗，一窝生了7只嘛，看看这一只母犬照顾的怎么样。你看这一只，它的性格呢非常好，而且母性也非常好，颜值也非常高，笑起来特别好看啊。言归正传，咱看看它这一窝小崽子7只照顾的怎么样。瞧这7只小家伙这品相，哎呦，来拿一只让大家看看。哎，看这一只，这一只的话是一个弟弟，你看这，哎呦呦呦，唯一的一个小公狗哈，你看这小脸，哎呀，嘴巴短而粗，大家看看这都有痘痘没啊？你看这小粉爪子，黑色素慢慢的都上来了哈。15天刚睁眼，呦呦呦呦呦，是不是特别的可爱？你看这样，颜值还是非常高的哈，性格特别好，哎呀，是不是特别可爱这一只小弟弟？来，咱看再看看其他的。哎呦呦呦，这一只呢就脾气就不一样了哈，就比较大了哈。这一只呢是一个小妹妹，你看这一只妹妹，这一只妹妹和那个弟弟他俩长得是基本上是相似的哈。你看也有这个痘痘眉，对吧，嘴巴也是短而粗，你看这小脸。不过呢这一只妹妹啊脾气的话还是挺大的，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哎，脾气还挺大。哎呀，来，咱再看一下第三只。哎呦呦呦呦，你看第三只，这一只的话也是一个妹妹，你看，哎呦呦呦，拿在手里面嗷嗷直叫啊，还吐舌头卖萌，脾气还挺大，你长大还得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脾气给大的，来来来，别动，让大家看一看。哎呦哎呦，那不乐意了哈，不乐意了。你看这一只，你看。哎呦，也是有痘痘眉哈，啊，爪子的黑色素慢慢的都开始上来了，吐舌头卖萌的。哎呦，整体来说这一窝狗呢就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。哎呀，一窝生了7只，简单的就介绍这3只吧。啊，咱下期再见吧。